看我操作，首先我们攀爬上去，然后站稳脚步，利用侧跳上去，接下来就是最最最重要的一步，对准赛场顶棚，一口气跳上去，然后我们就成功爬上了天空赛场的顶棚。你们看，这样子是上不来的，所以大家千万别模仿哦。在这上面扔平底锅，岂不是无敌色？没错，三天不挨打，上房揭瓦，特地捡了好多武器，这回肯定够了。下面好多人在追逐打闹，咱们就不劝架了。等拳王出来捡装备的时候，就可以趁机丢平底锅了。我试试。下次再见。有空气墙，别着急，我再试一下。预判好，直接丢。刚刚好砸中一个拳王，这么远都能砸中，好厉害！还有一个，加油加油！好，至于第二个拳王就更好办了，总得过去扶队友吧？那扶队友的时候得站着不动，然后我再丢撬棍，击中头部，不过分吧？一点都不过分，估计敌人都蒙圈了，所以现在开始装备都是我的啦。那姐姐 M73 啥的早就被敌人捡走了，你这算是捡破烂啊？不过捡破烂也总比两手空空好吧。有道理，